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貼盤女神 Doris， 今天帶大家看看海之戀兩房租盤，實用面積530尺，而且有部分家私的，事不宜遲，去片啦！一入到屋咧，就會見到呢一個長形嘅開放式廚房啦，户主加裝咗呢一個吧台，咁啊唔需要額外再買餐台啦，而且咧應該都係有啲生活比較有品味嘅客人啊，去呢一度咧裝咗一個玻璃櫃，咁啊可以展示自己啲 figure 啦，或者酒杯咁樣嘅。望翻個景觀，呢邊景觀向南嘅喎。樓層雖然較低，不過都好開揚舒服噶。主人房呢度咧已經有張四尺牀，再加入長衣櫃啦。細房咧，我見有人擺張三尺牀，再加個書台位咧，都仲好闊落嘅。而洗手間方面咧，已經安裝咗浴室寶噶啦。睇睇。個露台整埋蚊網噶，怕蚊嘅人士又唔需要再擔心要自己加裝啦。有興趣揾翻我貼盤女神帶你睇啦，多謝。